这一团皮是一定要拆掉的。今天弄猪肉，顺便吃那个 chicken wing 哦，要浪费那什么、啊？也是用那个 pork rib 的 rub 啦 ，OK。这个有弄又弄又去弄了，
商量，收入了我们。我们肉在上面呢，那骨头在下面。这边的比较大，我们这边。这样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。可以的，这样进去。苹果醋的水呀、啊，确保那个肉是怎么吃。弄个毛球打翻了个水，那火要大哦，很难控制那火。不是一样容易的，那火要控制，很难控制那火，这个。那个人家美国是用那些木烧比较久。不讲的不热就不可以哦，这很热了。关掉它先。现在我们放 brown sugar， 放海蜜。看一下，哇，十五八度，你看，热，热哦，你看，我们再放那个sauce进去。那个哈密里冬有没有搞错呢？放在这边了。对，要要啊，这种我先放了。 OK， 我们就好肉，肉就好了，对 ，OK。
我哥实在太慢了，就去订一点点，用 oven 来烧那个皮咯。我现在放 barbecue sauce。前面 smoke 是，我就用 smoker 来 smoke， 它的味道很香啊，很像 smoke 的味道。喜欢吃 smoke 的人应该是会喜欢啦。用 smoke 来去弄这个 sauce 就比较慢，很慢，因为 smoke 的火比较很难控制。我就用 oven 就比较快 ，peace out。给它 rest 5分钟。